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生活小帮手》安姐。阿司匹林是很多家庭必备的常用药，但是阿司匹林呢，不只是药用，它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的用途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。下面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大家别小瞧阿司匹林，只需要几片可以解决很多人的烦恼。下面看看它的妙用吧。首先，准备少许的阿司匹林放在纸上，然后用擀面杖将它碾碎，碾成粉末状，像这个样子，然后把它倒在温水中溶解，搅拌均匀。搅拌后一起看看它的作用吧。妙用一，止痒。夏天被蚊虫叮咬很痒，用棉签蘸取阿司匹林溶液涂抹叮咬处，涂抹后等待一会儿，叮咬处呢就不会那么痒了。妙用二，手上脚上有老茧很不舒服，我们可以用阿司匹林溶液涂抹老茧处，每天涂抹两次，坚持涂抹一段时间，老茧会自动的脱落哦。妙用三，很多人都被粉刺困扰着，特别是鼻子上有很多的粉刺，很难看，我们呢可以用阿司匹林溶液去涂抹鼻子，涂抹后等待一晚，然后用清水洗干净，坚持一段时间，粉刺就消失不见了。妙用四，阿司匹林碾碎的粉末，再加上洗发水来洗头，然后把它放在头皮上揉搓，均匀揉搓后静置两分钟，之后呢再洗头。阿司匹林可以促进头皮细胞滋生，能减少我们的头皮屑，坚持几次呢就不会再有头皮屑了，效果很好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没想到阿司匹林有这么多的妙用吧？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实用有趣的生活妙招，记得关注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